可惜我跟你们说，师姐跟我叫我不要一直来这边呢，是因为这是一家废弃的，算是公寓啊，算是废弃的公寓，也算是饭店啊，哦。然后呢，这边之前发生过四起的自杀命案，四起哦，四起是已知的哦，未知的我不知道哦，四起都是上过新闻的哦。这个我没有在操多少的，这个我之前来过，我之前也讲过相同的故事。好，那这边分别是，我又把这边的。我一直听到声音呢。好，而且我跟你们讲，这边是一家废弃的，算是复合式的餐厅。哦，也不是复合式啦，反正它就是五层，它总共五层楼，很大，非常非常大。然后呢，我跟师姐讲，师姐叫我说千万不要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平常的时候这边就很凶了，你鬼月来这边的话，真的会要。他用台语跟我讲，他说你还卡注意啦，不是公证局。他说这边有在抓交替，有在抓交替，叫我千万爱说你，因为呢，我是一个人来这个所在。他千交代万交代，叫我不要来这个地方。他跟我妈一样，鬼月叫我不要来探险。好，那而且这边发生过四起的自杀案件，第一起呢是一个小孩子不小心坠楼，然后他的妈妈因为想不开也在这边跳楼，这是第一起。好像是在五楼的样子，然后第二起呢是一个红衣的女生穿着红色衣服在这边自杀的，所以她怨念很重。隔街这真的哦，这真的有这故事哦，我没有在胡乱哦。然后第三起呢是因为大哥一个男生在这边的其中一间，我忘记好像在四楼吧，我真的忘记了，因为我怎么太久没来了，半年了吧，半年没来了。有一个大哥在这边呢烧炭自杀。哦，那当时那个礼仪公司有来帮他休息啊，好，哦，那个炭都还在现场，然后礼仪公司呢的那个礼仪公司的那个往生辈还停留在这边，往生辈，那前辈上次有跟我讲说，上次他看到往生辈在飞啊，按那这样在飘，好，往生辈在飘，就是他上次看到那往生辈在这样飘。那我就问前辈说，哎，前辈你看到往生辈在这样飘，那你有没有去跟他一起跳海带舞？海带呀，海带，海带呀，海带！哥，就不要闹！拜托你们一下好不好？不要，真的不要这样开我玩笑了！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了哦，拍谁拍谁？哦，拍谁哦，拍谁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啊。好，没有啦，他真的看到那个王神妹在飘，那可能是以科学的角度来讲，可能是风啦。那我就问那前辈，靠腰，你看到那碗是不是在飘？那请问一下，你们是在拍阿拉丁神毯是吧？阿拉丁神毯是不是？别开玩笑吧！哦，真的，在不知道几楼，四楼还是五楼的样子，他在其中一间房忘记了，哦，他在其中一间房间烧炭自杀，炭还留在现场。这个是第三起，第四起呢，上吊自杀，在一楼，我记得在一楼上吊自杀。那一开始我先带你们去一楼那边上吊自杀那边看一下。好，哥姐，再麻烦欣赏哥姐帮我分享一下，请进。对。然后因为他自杀的地方是在第一楼嘛，对不对？他自杀的地方是在第一楼，所以我等一下不知道可以在里面讲故事吗？靠呀！拍谁哦？超会打，不好意思哦。看，哦，打扰一下，不好意思啦，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靠腰，哥姐，你没有听到吗？我才刚开始。打扰的地方，不好意思哦。那我怕压皮娘啦，拍谁啦？我也是为了生活来的啦。哦，打扰一下。哦，腰嘞，有什么声音呢？
靠，我又紧张到忘记开灯了，靠夜哦。格局，它这边的格局有点像三合院啊，三合院的格局啊。哎呀，我记得他那个那时候他跳楼的地方就在这边，这边，哦，这边是真的有人上来自杀的啊。然后师姐有跟我讲说这边在聊高铁啦，对呀，他说怎么可能同一个地方靠腰啦，有发生过四起自杀。而且这事情是有报道，是新闻上的，我就现在没有被爆出来。哇，真是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你要不要拍谁哦？不好意思啦。而且这不是化妆室吗？靠腰，他化妆室里面做个冰库啊，超会大。这怎样？要冰晒你啊啦？要冰屎尿是？你看，他化妆室做个冰库呢，不是公分球呢。而且，真的，哎呦，有蝙蝠哥哥啊！而且你看他蝙蝠。他是摇头玩沙啦，一直摇摇摇，头不会痛噻，头不会晕。他头怎么一直摇？有点。可惜我直接带你们去这个地方了，我就在这边。哦，那个跳楼自杀的，他的落地就在这边。然后听说他的书包还在里面，听说他的那个书包还在里面，不知道是哪边了。听说他的书包还在这里，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哎靠，这感觉有人来这，可惜有没有感觉像一个人压在这边的感觉？有没有？这很久没人来了呢，怎么会有人压在这边的感觉？有没有看到草都被压下来了？靠腰嘞！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怕压皮娘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各路的大哥大姐，不好意思，好兄弟哥哥、好兄弟姐姐，拍谁哦？他就是在那边五楼的地方跳下来的。哦，他跳下来要有一定的距离，他才可以压成这样子啊，他才可以压成这样子。听说他书包在这呢，他书包在哪里？啊，对，最近他有一个自杀的，他在这边上吊。不好意思齁，我来拍影片而已，打扰的地方不好意思。对啊，那个前辈跟我说他上吊自杀的地方有红色的衣服。拍谁哦？不要了解嘞，不好意思的。他这边是很阴呢，因为他旁边都长满了杂草，长满了树。2011年，所以他废弃了十几年了。哎呦，超伟大，有人在点香哎，可惜很点香哎。可惜这边有人点香哎，可惜那个。这边的那个管委会好像在开会呢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你们三个在开会是吧？他好像在那边上吊的啦。你看葛姐，他们上吊的那个这一节都锯下来了。
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刚好这一节都没了，对不对？把这些都取下来了。好，隔天晚上我没有打到招呼，隔天拍谁哦？感谢分享。喂，难怪我刚才进来怎么有味道嘛？这什么些？小内裤是吧？哎呦，靠腰，靠隔天这内裤得蜂窝性组织炎了，被公生酒吧？哎，真的呢！靠腰内裤给我得蜂窝性组织炎，这不是开玩笑？你有8公斤，对不对？隔天等我一下哈，我差点忘记做最重要的事情。而且我一直听到敲东西的声音，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有敲东西的声音，因为不可能是雨啊，因为现在没有下雨啊，现在没有下雨，一直听到敲东西的声音，而且不是雨的声音，是那种撞那个木板的声音呢。你雨滴到木板怎么会有声音？铁才会有声音吧？叩叩叩，这边就是第一期上吊自杀的地方，上这边，在这一间房间，好打扰的地方，见怪莫怪，拍谁？哦，拍谁哦？刚刚隔切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你啊，哇，超伟大！你搞得变岔气的，也不能生酒呢，不要开玩笑，这碗就不能开呢。这个白衬衫是放在这边干嘛？这个男生穿我另别给你塞喽，女生穿啊，你啊喂，这个女生穿这个很性感呢 ，OL 噻，男生穿，女生穿是 OL， 男生穿是 LP， 不是工程姐。哦，靠腰。青蛙哥哥啦，操你啊！你这个死青蛙的，过来过来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跑去哪里？过来！还有，而且我刚才差点一脚直接给他，让他明年再见啊！他是出来，但是而且他出来干嘛？他出来过父亲节噻！打扰一下，不好意思哦。哦，这边是储藏室啊，这边是储藏室，这边就没东西了。而且我们直接去对面。我们去对面。可惜我说真的，我刚刚是在这边做开场，我刚在这边做开场，然后我还没进来之前，我就听到一个奇怪的笑声呢。那个笑声感觉很像，你不是人可以发出那个笑声啊？怎么讲我也说不上来，那有点毛呢，很诡异的那种笑声。那个你叫我扮我也扮不出来，怎么扮呢？那个声音很高呢，是女生吗？还是刚刚有听到笑声打有？超会打！哇靠嘞！他还给我吃拉面呢、啊。他其实这边有点像是公寓式的建筑啦。也算是套房啊，也不算公寓啊，就算是小套房这种饭店，然后差不多都拆的废弃，因为废弃很久。然后听说这个建商，这边的建商是海沙屋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不好意思哦。对，而且这边比较大，所以我今天会拍比较久一点。哦，差点跌倒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哦，加料几的哦。而且我今天比较严肃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比较严肃啊，因为他，而且他，
他当初那个，有没有看到就是那个位置？可是有看到那个位置，他有。当初你看他连护栏都没有了，有没有看到他中间这一块是没有护栏的？哦，当时有一位穿红色衣服的女生在从那边跳楼自杀，她摔下来的时候是掉在那边，听说她的书包还在，她的包包还在啦。哦，傻笑啊！哦，听说她的包包那时候还在，然后她跳下来的时候，她是直接当场死亡，因为她的脑袋先着地，她规逃，你知道不？规逃都暖暖。真正有影啊！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哥姐，你看，哦，我这个月份出来独闯，这个青蛙哥哥在给我交响乐是吧？那青蛙是交响乐啊，不是开玩笑啊！不尊重啊，哥姐，这么恐怖的地方，他这边给我弹交响乐。掌声响起来，我心已不在。好，前进。好啊，这边就不能进去了。啊，这边就不能进去了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哥姐，我们直接杀二楼。希望今天不要发生什么事情。我靠，好恐怖！难得楼上没有声音呢。而且他牵了这么长的电缆呢，这个为什么牵那么长？这个电线为什么是什么电线？这有地下室，可是我怕地下室没收讯啊，哥姐。哎呀，我们先把楼上带完。拍谁哦？叫老姐，不好意思，楼看有人无？打扰下，阿伯。可是阿伯，靠哟，还不起，伊是查某的呢。阿姨，阿姨，你在吗？阿姨，阿姨，你来了吗？哦，靠哟啦，不是阿姨来了吗？阿姨一个月来一次啊，拍谁哦？阿姨不好意思哟。这边真的很大呢。拍摄，我靠呀！操你妈！安心的棉被。而且我说真的，我说真的，如果你叫我棉被用红色的哈，靠腰。如果我棉被用红色的，我睡到一半要半夜起来尿尿吗？半夜起来要开灯了，开灯一下，靠腰，怎么红衣小女孩在压我？怎么红衣小女孩在干我？靠腰，那改红色的很恐怖吧？不是开玩笑呢，对不对？吓死人了。喂，你好，阿姨是啊，阿姨你好，今天没有来上班哦，今天请假是不是 ？OK， 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，阿姨，下个月再来哈，一次来七天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哦，不好意思哈，我拍影片而已啦。
拜托，你今天不要出来啦，你今天放假啦，拜托。喂喂喂，鸭子给他跳嘞！哦，这个吓死我，为谁在笑啊？这个，靠呀，我感觉被戳起来。我可惜那个声音很尖嘞，那个咦，我跟两叔跟五郎跟他吵嘞。哦，小爱卡了，拍谁？小爱卡了，你也追开。小爱卡，哦，不好意思哦。我的脚脚啦，啊，不是我的脚脚，我的脚脚没办法这样子踢的。哎，有，我的脚脚有办法啦。哎呀，毕竟那个八公斤不是盖的。拍谁哦？给我捞起来，我打扰一下。而且他们当时离开的时候，可见你们有没有发现衣服有没有？可见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衣服有没有很多废弃的房子？他们家具都没有搬走，连衣服都没搬呢，是怎样？看不起是不是？看不起这一身行头噻？还是你看得起你的龟头？对不对？很多家具那个衣服都没有搬走。对，王生贝在楼上。对，我不知道是哪一楼，我想直接去呢。我都忘记今天是鬼月了，有点卡呢，有点卡。好 ，OK， 请进。好呀，好啦，格姐这边很贴心，你还给我准备个手电筒。声音不同步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。那小弟今天拍摄影片有冒犯到地方，跟你们说声不好意思。好，而且可能我该讲话的声音，可能这边只有这边听得到了。哦，那整层楼要听到的话，整层楼如果要听到的话，你必须要这样子。还谁哦？打扰的地方，见怪莫怪哦。哦，我怕压皮娘啦，不好意思。还谁哦？谁哦？好，那等一下我离开的时候会烧纸钱哦，不好意思。就是这边，这一栋，他在这边跳楼自杀的。那个其中有一间是王生贝的，王生贝那一间不知道是哪一间。哇，这边怎么进去啊？哇，哥姐这边进不去呢，故意挡的是不是？哥姐，你们上去看，里面有东西啊。有东西就算了。操你妈！开火听哦，是我听错吗？喜欢听不对啊？这个就不要进去了，你看它屋顶那个危险啊！我在外面拍一拍就好了。可是我听错吗？拍摄哦，是第二级的啦，不是公安局。好，拍摄哦，打扰一下哈，我拍影片而已，希望见怪莫怪哦。而且漏水啦，他这边都青苔有没有？对啊，哥姐，你看他天花板好特别哦，不是开玩笑呢。他还给你漂绿色的亚麻绿耶，哇，这个头发染的真漂亮。亚麻绿的颜色做更烂，对不对？这是外面的车子啊，外面的车子的声音。
我感觉有人住在这呢，因为那个敲声一直敲呢。歹势哦，借问一个，这块所在有人住无？好，打扰一下，有人在吗？拍谁哦？打扰一下哦。什么味道？哦，阁下，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个容量，它这个是电热水器。我跟你们说，超回答，他妈电费超贵啊，不是开玩笑。而且他喝八公，他是自己公升，他包八公水的八十公升的水喝完有没有就没了？这个。他在跟我作对呢，这个之前我住过这种房子，而且之前我洗过这电热水器的油，电费超贵啊，而且他洗完热水都没了，以前我都只有洗几滴而已，因为以前都只有洗八公斤而已啊，因为我这个八十公升的水洗八公斤刚好洗完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其他部位都非常的香啊，真的，我热水洗完就没了，冬天的时候。拍谁哦？叫了几嘞？对，阁下，我跟你们讲，他那个青蛙的叫声是咕咕咕咕咕，然后这个地方一直有那个连续敲的声音，青蛙的叫声不会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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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这个青蛙是嗑药是啊，别开玩笑，不是，他这个声音是这样，有没有听？哦，靠腰啊！他要作假，妈你作假是不是？妈公审你，我跟你讲作假是不是？真的，那个青蛙的声音是咕咕咕，然后那个敲的声音是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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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很快的，所以这个不是青蛙，发春的青蛙。啊，我呀，莫林姐，你怎么知道发春的青蛙是这样叫啊？难不成你有做功课？哦呦，靠腰，小蜘蛛在这啊！还是要打扰一下。阁下，你们有人知道那个王生被是在哪一间吗？有拍谁哦？不是哪一间呢？拍谁哦？来队伍狼不？打扰一下。哦，有打扰的地方，见怪莫怪，不好意思啦。拍谁来队伍狼不？三楼，在三楼，三楼哪里？看里面好香哦，而且靠腰，等一下有味道，这味道里面有味道。等一下，阁下有没有闻到吗？好臭！该不会吧？第五起哦，不会吧？拍谁哦？好，打扰一下。该好臭！真是太臭了吧！我靠，胖的呢！可先生，你知道这种味道吗？很像那个爱婆的香港脚的味道，靠呀！爱婆，他妈你这个味道怎么飘来这边啊？你在家里飘来这边？还是爱婆你在里面抠脚？靠呀！香港脚，香港脚，糖竹霜，擦胸擦胸，糖竹霜，竹霜膏，大伤威廉，给他很臭呢！哇！哥姐，不要开玩笑吧？阿娘，这谁？这谁跟谁？我靠！哦呦，千万不要开玩笑！哇靠！地上啊你啊喂！不会吧？今天难道是我的 lucky day 吗？啊你啊！
要，不是跟我开玩笑的，真的是很害羞的一件事哎。哦 ，lucky lucky， 我们 lucky 卡哇伊 ，lucky day lucky day， 今仔才是 lucky day， 靠，要不要开玩笑了？我靠，等一下，哥姐，等一下。哇靠嘞！太夸张了吧！有这招？嗯，我看怎么在直播？好、啊，哥姐，不好意思，哥姐，不好意思，有在直播了。白色被子干嘛？白色被子里面有东西，这里面有东西，什么东西？这个吗？这里面有东西，什么东西？没东西啊！哦，你是说这里面有这个哦？哦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安慰，这里面有这个哦。太神了，见到几年哟！哥现在我不能拍啦，那再拍就被黄标了。哎呀，不然我也很想跟你们分享啦，皮胖几年。哥现在我们去三楼送回单。是走这个楼梯吗？哦，好像是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老看有人不？打扰一下哦，有人在吗？哎，哥姐，哥姐，刚才那一间有味道，那一间，靠呀，我知道什么味道了。这个味道我闻过，靠腰，一模一样。那些不是有很多 A 说啊？难道那是小的味道？没事，哥姐没事啦，没有啦，靠腰，男生都蛮闻过啊，弟弟。哎呀，刚是有小 A B， 拍谁给老几嘞？哦，干啥那么睡觉呢？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我怕转头就看到什么东西呢。拍谁哦？叫老起来哦。哥姐是这一层吗？对不对？哥姐，我跟你们说，那个烧炭自杀有往生背的，就是在这一间，就是在这一间，就是这间。但是我唔知影是多几多一间，我白记啊啦。我印象好像是这边啦、啊。对不对？我一向还是偏呢。拍谁有打扰一下？靠，超伟大！不好意思哦。不会吧？等一下啦！哦，哥姐是一楼啦，是一楼啦，对不起啦，哦，哦，拍摄我路过此地拍影片而已，有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啦，不好意思，哦，拍摄，哦，哥这边跟你说是不好意思，我知道啦，我知道鬼月不能降来哦。哥姐，我听到那个笑声了，那在里面呐，他好像在跟着我呢。不会吧？他好像在跟着我呢，他好像在我附近呢。不会吧？小孩的声音，可是我听到是……哥，我老实跟你们讲，我听到是什么声音，你知道吗？
们说小孩的声音，可是我听到只是一个女生的声音呢，女生的笑声呢。该不会是那个小孩坠楼那个小孩吧？因为我哥就我在开场的时候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这边有一个跳楼自杀，有两个跳楼自杀的，有两起跳楼自杀的。第一起跳楼自杀的是一个小孩子不小心坠楼，然后妈妈也跟着坠楼，就一起走掉。可能是要救他的小孩，可是没有救到，反而自己也跟着那个啦，也跟着陪葬这样子。然后第二期跳楼的是屋楼的，穿红色衣服自杀的，那个怨念要多强才能穿红色衣服自杀的。我刚才听到那个声音呢，不能开玩笑啊！隔天晚上我没有打算找我哥去拍摄哦。不好意思哦，干嘛他们一直在敲呢？可惜是哪一，是不是那一间啊？我在想是不是那两间其中一间？隔间是那两间其中一间的打四，是那两间其中一间打四。然后他坠楼，不小心坠那个五楼，穿红色衣服跳楼自杀，就是在那一间。那一间。拍谁？哎，有个洞。不好意思哦，你的门有一个坑啊，我看一下。里面有人不？你的门有一个坑呢。锁住哎，哥姐锁住，我们就不要进了吧。对不对？可是锁住我也打不开啊！不要紧张，不好意思哦，你这个也防不住小偷啦。哦，拍谁？你这个也防不住小偷，我拍谁哦？打扰一下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抱歉，抱歉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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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可惜我不能去外面，我去外面会遭到。打扰一下，拍谁哦？哎呦，哥姐，那门口长阴毛，不是，那门口给我长草啊！我刚以为谁碰我的脚，我刚想脚经过，谁碰我的脚？没错，记得。险金在吗？险金啊！干，哥姐，这不能进啊！这个太危险，这个太危险了。哥姐，你们看，他这个哈、哦、屋子哈、哦，其实都已经飘蓝了啦。哎呀，这个亚麻绿是蛮漂亮的，不是工程酒。他是在那边做发型，曼都是不是？他是在曼都做发型，我在前都吃火锅。真的，我前辈跟我说，这边以前是海沙屋啦，就是海沙屋，海沙屋的建案才会这样子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看有声音呢。不好意思哦，讨厌，我掉水，好像在楼下呢。而且没有看到什么吗？看有人呢，看看我听到声音呢，是有住人哦。拍摄有人不？打扰一下。
可惜你没有听到吗？走一趟。我听到有人。刚好没有听错，我听到有人在走路跟翻东西的声音。有听到打扰，不是刚刚那个第一个掉那个东西丢东西的声音，不是，是我听到有人在翻东西的声音。可是有听到打扰，就是那种在拨草的声音呢、啊。对，我听到走路的声音。哎，拍谁哦？这里有住人吗？大哥，打扰一下，不好意思啦。看，有点紧张哎。到底有没有人啊？拍谁哦？可惜我听到对，假如下音呢，不是共振曲哦。那个走路声明明呢，真正明明呢。对，那个围墙那么低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他这边以前是小人国住的噻。哎呀，他这边你看都已经，你看可惜你们看他的天花板，都已经勾吹勾勾啊了。我就听到声音了，很烦哦！到底有没有人啊？我紧张哎，真的活得比那种，比活得比日料的还恐怖呢。到底有没有人、啊？你看，我先问他有没有人，他也不回答。我每次都这样，每次有没有人叫他回答，我都不回答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娘喂！你掉在那边冲阿小了，你被抓起来。哦，靠呀！哥姐，我刚以为这个是什么东西，一个脚在这边，结果靠腰，你追。拍谁哦？内底有人无？叫老几嘞？拍谁哦？叫了几？可惜超级大，这不是盖的呢。我刚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呢。对呀、啊，这什么干嘛？推什么？看很紧张啊！拍谁？救家扁寿姐，不好意思啊，厕所借我一下。没有人。推什么？推什么？顶楼有住人。哥姐，靠腰嘞！就那个八公斤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开玩笑。靠腰，这到底没有人啊？嗯，我是听到有人在敲东西的声音呢。可是这边带过了，这边带过了。
干嘛人啊？拍谁哦？怕压平娘哦，不好意思。隔间是不是这间？隔间是这间打间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隔间是这边的打这边，是这边的打这边。往生杯是不是在这间？四打四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打扰一下哦，不好意思哦。哥，好像是那间呢，哥就是那间呐。哥就我跟你们说，好像就是那间，我有印象。打扰一下哦。哥又有人在笑了啦，别跟我笑啦，我会惊啦。大的，拍死啦，大的。哥又在笑呢。有听到他有，靠！怎么会打？哥姐，我跟你们讲。第三起自杀就是在这边。第二起啊，烧炭自杀，一个男生烧炭自杀，他在这边，然后他的那个木炭还在这边，然后他的亡身被还在这边。我觉得应该是这边，我有印象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拍谁哦？不好意思哦。拍谁吼？叫到几个哦？对啊，这边啊。靠腰！赵伟大，拍谁哦？拍谁哦？赵伟大，靠那网上面飞起来！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给我起鸡皮疙瘩，那往上面飞起来，干！超伟大！往上飞了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哈、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啦，哦，不好意思啦，我拍影片而已啦，我离开会烧纸钱给你们呐。这个好像是女生呢、欸，那个是人家女生呢、欸，靠呀！不好意思哦，哥就现在很紧张呢、欸。往上面飘在空中呢，隔间往上面飘在空中呢，那我挂起来了，我不敢去看呢，这个月份很恐怖，又靠腰，妈的，怎么到处都挂东西呀、啊？
葛姐，你们有刚刚有看到那个黄色的？我记得那个黄色的就是往生被。你们刚刚有看到黄色的往生被飞起来打药？有看到黄色的往生被飞起来打药？葛姐，有看到黄色的往生被飞起来打药？不好意思哦，大哥，我拍影片而已啦。大哥，我拍影片而已啦。走回他。哦，拍谁多哎？你有爹不？我拍鸦片娘啦，我给你200块，我就走好不？大哥，你不要这样子。他在丢东西呢。葛姐，我们要去看一下吗？葛姐，如果真的是飞起来了，我们就直接走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走，可以吗？我们直接走，绝对要去看了打药，绝对不要打不要。葛姐，我知道我在问废话了，但是你们帮我回答一下啦，我就有点紧张，因为这个平常也很紧张，但是。这个月不就不一样了、啊，而且他又是自杀的，自杀他都会在这边。哥姐，我们前进。哥姐，父亲节快乐！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拍谁哦？对不起哦，我拍一下就好，我拍一片一下就好。我拍一下就好，我拍谁拍谁？不好意思。给我被他怎么挂的啊？他怎么挂的？哥，等我一下，哥我没错，他怎么挂的？好、哦，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，拍谁啦？我拍影片而已，拍完就走了。好、哦，打扰一下。哇靠！超会打嘞！屌你！哇哦哦！哦，对不起哦，哦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对不起，好、哦，是我错了，好、哦，是我错了，哦，是我错了，哎。拍摄有人吗？还有关门声呢，
声音哎。哎，打扰一下，有没有人在？而且如果有人来这边的话，跟我讲一下哦，不要这样吓我，真的这个月份你这样吓我，我真的受不了嘞。有没有人在啊？我看见关门的声音呢，我冷静一下，超会大，该我想大便呢，我塞铁棍啊，超会大，我死在滚啊。真的腿乱了，哥姐，我真的腿乱了，我真的有点不舒服哎，哥姐，刚有点不舒服呢。父亲节呢，超伟大，父亲节都这么累啊，哥姐，父亲节快乐。我真的腿乱了，真的，我真的腿乱了，我能干了。人工经过我所以还真正，这个位拖向真正会冷卡超会打，哥姐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，我刚刚看到好像有我不知道呢，是不是有东西把它挂起来，然后我不知道，还是那是影子啊？还是有人在捉弄我啊？不会啊，我今天来这边，没人知道啊。还是有人在捉弄我啊？还是真的有人在这？他故意还是住在这边的，要捉弄我？他把它挂起来，然后我离开。以科学角度只能这样解释，不然你要怎么用科学？不然你要怎么解释？你要真的解释用不是科学角度解释，他是真的那个吗？我不想这样讲呢。我刚才看到好像他把它挂起来，然后。对，我感觉像挂着，然后好像有人故意把它放那个，他怎么弄的啊？我不知道怎么讲哎。哥，我真心情很不好，哥姐，我心情很不好。到底是怎样啊？我们回去看到底那个是用挂的还是用飞的？这一栋楼应该是有人啊！这一栋楼应该是有人。哥，我真的是腿断了，靠背。我真的不喜欢这种感觉，回去会不会再挂起来了？你们不要再吓我了，我不想上去了啦！哦，哥姐，不要再，你们不要再吓我了，我真正不会扛的啦，我真正刚来过几个故事，也真正会惊啦，你别搞吓惊啦。今麦的时机，你甲我讲回去，伊会挂起来不？不能讲生气吧？你们叫我怎么敢回去啊？可能真的又飞起来怎么办？我靠！真的，哥姐，今天这一集应该是我鬼月的最后一集了。好吧，我们下个月再见。真的太恐怖了，打扰一下哦。拍谁哦？拍影片而已啦，打扰一下。
拍谁虎狼炮？少辉大到底有没有人在啊？哎 ，Hello， 打扰一下啦。哦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对不起啦，好不好？我给你200块好不好？我带500块，我300块要买 Apple 的宵夜啊！哦，你忍八块好不好 ？Apple 都吃300啦。到底有没有人啊？白蛇要打扰一下，我真的受不了哈！你们不要再这样吓我了。我知道我一个人来是不对的，但是不要再这样吓我了，白蛇呢？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，不好意思哦。哦，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，拍谁啦？哦，在那边呢、啊。哥姐，你没有看到他的炭吗？黑黑的就是那个炭了，他这边烧炭自杀。哦，大哥不好意思哦，我来这边拍影片而已。那有的打扰的地方，那这边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哦，真的很抱歉呐、啊，很抱歉，很抱歉，很抱歉。I'm sorry 啊。他会不会飞啊？不好意思哦，我看一下，我拍一下我就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。啊！靠呀！哥姐，你没有听到吗？告白啊！好、哦、打扰，不好意思啦。叫了一个拍摄啦。看，我刚刚，我真的不想拍了呢。而且你们有卡是不是？有卡吗？刚刚有卡打有，刚刚有卡打有。而且，超大，你们刚刚有看到吗？有听到吗？我进去，他给我哭还是笑呢？搞起鸡皮疙瘩呢。哦，这边有打扰的地方，不好意思，拍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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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姐有没有听到？我该跌倒，我该差点跌倒。有没有？你该，因为这边东西很多啊。我该绊到这个，我该差点跌倒。
可姐，你们刚刚有听到那个声音的打友？可姐，帮我打一下，刚刚有听到那个声音的打友啦，那个是笑声还是哭声呢？我直接冲啊！拍谁哦？哦，不要再吓我了，我勇敢了哦！我自己勇敢起来，我自己都会惊哦！拍谁哦？我勇敢一下，哦，我勇敢一下，打扰了，我勇敢一下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可惜。可惜该不会他那时候，因为我听到是女生的声音呢。该不会他那时候在这边烧炭的是女生，不是男生？会不会？今天好兄弟都很开心，可是我不开心了，我很紧张了。没有电啊，打扰一下哦。不好意思，他那时候就是在这边，他那时候窗户都关起来的，那是因为那个消防队来的时候，他把窗户打开。这个是碳的那个碳的袋子，哦，你看他还卖烤肉夹，还卖烤肉夹。打扰一下哈，不好意思，我拍影片而已，拍谁了？哦，拍谁哦？这个怎么挂的？他怎么挂？他怎么挂？他怎么挂的？不好意思哦，哥姐要不要碰啊？我不敢碰呢，可是我想翻开来给你们看呢。哥姐，我豁出去了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看一下就好，我看一下就好，拍谁？我看一下就好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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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抱歉，抱歉，对不起哦。没有东西挂，他怎么挂的？没有衣架呢？还有纸钱在这，你看哪有衣架？什么都没有呢？他怎么挂起来的？他怎么挂起来的？可是没有衣架，他怎么挂起来的？下面弄薄啊，这怎么挂的？他在里面吗？他不在里面。好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，他有没有在里面？拍谁来第五郎不？哎呦，他有在喝高粱呢。哥姐，这以前应该是有做游民啊。他有喝酒，他有喝啤酒啊。前面有人吗？派谁来替五郎吧？哥就会打开一个人啊！看，我现在很紧张哎，我不，哦，他到底怎么挂的啊？宝郎，有个宝郎，又是没人。哥姐，他怎么挂的？你看，我跌倒，这个，哥姐，你看，我起鸡皮疙瘩呢。窗户上的铁钩，挂在窗户上的铁钩，窗户
窗户上的铁钩。而且，可是我过去要踩呢，不好意思哦，大哥，可以借我过去拍一下吗？哦，我拍一下就好了哦，大哥拍谁了？看有人敲门呢，不好意思哦，就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哦，对不起，我等下会烧纸钱，拍谁？你看都是纸钱，而且都是纸钱。没办法挂啊，哥姐，这里没办法挂啦。我们以科学角度来讲，真的没办法挂。哥姐，我讲真的，他这真的没办法挂。我讲真的，拍谁？对不起哦，对不起，真的，真的没办法挂。左边墙上有铁钩没有啊？哦，有这边，但是大概是挂中间呢。如果挂在墙上，它会连着墙啊！这到底怎么飞起来的啊？祝向所有哥姐父亲节快乐！我现在头好晕哦，干，我被流鼻血啊！啊，拍谁啊？多爱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不是要故意把鼻涕擤在这，不好意思，我怕流鼻血啦，拍谁哦？有线，有线，可是我没有看到线哎，有线吗？哪里有线？哪里有线？哪边有线？哥姐哪边有线？可是我没有看到线哎，有线我会拍给你们看，我会全部拍给你，可是我没有看到线。我真的不想拍，我头好晕哦。哪里有线？黑色的线，天花板电线，它是挂这边吗？哎，好像是挂这里呢。可惜它好像是挂这边呢。哪边有线啊？我是真的没看到线呢。哥姐，再给我3分钟的时间，我做一下体验好不好？为了你们，我豁出去了。虽然很恐怖，但是我想让你们看到。我想，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奇，可是虽然这个好奇心作祟。这个好奇心不是因为师姐在我出发前有跟我讲，叫我千万不要来这边。她说这边在抓交替，尤其是鬼月，这个不能开玩笑的。靠，也不能在这边讲这个。欧鸭嘴，哦，拍谁哦？哦，哥姐，我做体验，我们看他到底会不会飞起来。觉得要做的体验打药。我等火气再走。包包要放置。
不好意思，我做一下体验哦，拍谁拍谁，哦拍谁拍谁，哦拍谁拍谁。不好意思哦，那这重借我做一下。拍谁哦？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大哥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拍你片而已哦。那有打扰的地方，请怪莫怪了，拍谁？大哥，祝你父亲节快乐，不好意思。我是为了生活来这边的。可惜我一直冒冷汗呢。不好意思哦，可可行不行啊？可惜你没听到吗？大哥拍谁哦？可是是女的呢，是女生呢，是咋不会呢？是女生不是男生呢，我没有带到测骨器放在家，因为我不敢带。大哥拍谁哦？大哥不好意思，有打扰到地方，跟你说声不好意思。我拍你片而已，拍谁拍谁，我拍谁拍谁。哥姐，其实今天天气是蛮凉的，可我一直冒冷汗呢。拍谁哦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是大哥还是大姐，还是你是属于那种类似清风那种型的，是男生，然后声音比较柔。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也不会变老，受不了。拍谁哦？啊，老了。
靠腰，葛姐，有听到那个声音的打扰，葛姐有听到声音的打扰。我探险这么多集，其实很多声音我都有听过，但是今天这边最阴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月是鬼门开，所以这个声音一定不是来自人间的。而且最诡异的是，这个盖子竟然飞起来呢，可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的线呢，也没有看到任何的衣架，什么都没有，这让我真的匪夷所思的地方。你们看，葛姐，这个四楼就没有什么命案，四楼我已经带过了。哎呀，葛姐，我带你们去五楼，好不好？我直接带你去五楼，因为四楼之前拍过了啊，因为快两个小时了，我怕你们明天还要上班。哎呀，绝对不是因为我不敢继续带，不是，因为真的四楼，葛姐，我讲真的，因为四楼没有发生命案啊，他的命案都是在三楼、一楼跟五楼，四楼是安全的。哎呀，真的四楼是真的没有事情的，所以五楼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，我拍影片而已。哎，葛姐，会不会五楼会发生什么事啊？这边是五楼啦。拍摄哦，打扰一下。哎，他还准备一个椅子哎，葛姐，他还准备一个椅子哎。因为这边小鸡来第二次了，哎呀！可是之前上一次来哦，葛姐，你看他尾巴断掉了，这壁虎哥哥尾巴断掉了，啊！壁虎哥哥你在玩嘛？你看玩到尾巴胖起啊哈，惊到好了。葛姐就这边，穿红色衣服跳楼的，也这那个是在这，然后那个。妈妈跟小孩跳楼的也同样都是在这个地点，所以师姐跟我说这有人在抓交替，就这边，就这个地方。不好意思哦，拍影片而已，就这些所在啊。这边，他这样子一跃而下。他落地点好像是在这里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边有压痕，哎呀，难不成他是跳远选手吗？葛姐，你们从这边直接要跳下去的话，要跳很远才跳到那边呢。正常落地是在这里啊，那应该落地是在这边啊。哎呀，还难道说他有助跑？他像助跑像助跑这样？葛姐不要开玩笑了，真的，这里两起的命案。我是冒冷汗呢。好，这边跟你打扰的地方，不好意思，拍谁拍谁。好，见怪莫怪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拍谁拍谁拍谁。看这都没有围栏。好，听说他包包还在这现场。其实压力真的蛮大的呢，真的，看身体很不舒服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了。我放这里啊，这个砖头有缝，所以它应该不会洗。这边都空的，你看它四楼以上都差不多空的，空空的。好，哥姐，我们带你去看顶楼，听说顶楼有住人是不是？稍微大点别串起，顶楼有住人是不是？葛姐，我们去顶楼看一下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，有人在吗？哎呦，马达运转的声音呢？葛姐，有马达运转的声音呢？靠背啊！靠腰。什么情况？哎，对，好像是这里呢。马达运转的声音，有人住这？
而且那个门是装潢过新，哎，还有监视器。看他如果上来不是很恐怖。我的空城球吧。看有住人哦。开冷气呢？我们不要打扰他好了。看，好屌，他敢住这边，这自杀四起，自杀住这边。而且这个是信号台是不是？可是这是信号台吗？四打四。信号台呢？这是什么信号台啊？干好的，这静茹姐给他的勇气噻。要不要敲门？算了，不要好了，我怕他是屋主呢。哎，不是屋主给我住这边，他这个搞笑啊！这么大的地方也不卖一卖，还有一笔钱可以拿，对不对？他享受居高临下的感觉，给我住在顶楼上啊，不是空城球。而且鬼月到了，他住这边，那也是蛮刺激的哦。表姐，听说这边有地下室。哦，带你们去地下室看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搜寻啊？嗯，哥姐，跟我去地下室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向哥姐，今天这集拍的比较久，因为今天这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跟声音啊，我自己很怕，不好意思，好，耽误比较久的时间。好，哥姐，不好意思，那明天要上班的哥姐拍谁啊？好，我去地下室看一下。感觉走不完呢、啊，这边是不是？这边不是啊，这边是几楼？哦，这边啊，这边是一楼的，地下室在这里，地下室在这里。是一楼了，对，这边是一楼了。可以，我带你去地下室，还不知道有没有搜寻。看我呀，你以为你锁门可以挡去我前进的动力是啊？不要开玩笑，锁门，听说你很嚣张。啊，靠！有哥姐，他锁门自己开门呢，不好意思啊，李阿伟。拍谁哦？楼卡有人无？打扰一下。靠北啊，这下面淹水呢，这地下室呢？我上次没有来拍到地下室，干淹水了。拍谁哦？有人无？可惜慧卡跟我说啊，哇，这地下室很大呢。不好意思哦，拍影片而已啊，打扰一下。靠腰嘞，这里太阴了吧，这么大，这里太阴了吧。哎，地下室也太硬了吧！这隔间前面积水，我就不能去了呢。拍谁哦？
拍摄有人不？有点毛毛的。不好意思吼，打扰见怪莫怪哦，不好意思，拍谁？哎，我也是逼不得已的吼、哦，不好意思，我、哦、真的真没跟你说声抱歉。阁下，我跟你们说，现在你们镜头面前什么都没有，可是搞不好这边都是。它下面是 KTV 啦，你看，就快收灾啦 ，KTV 也收灾啦。头好晕哦，头真的晕了。哦，今天有打扰的地方，贵宝弟哈、哦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哦，非常抱歉，哦，真的对不起，请你们见怪莫怪，不好意思哦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哦，非常抱歉啊，非常抱歉，非常抱歉。可惜我，可惜你们追踪小鸡的赖官方赖。小鸡以后开播的话，我都会从官方来通知你们。官方来是小老鼠 CHICK888。哦，隔间，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，小鸡的YouTube 频道，以后我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。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，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，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。好，你们到这个界面哦，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，开启小铃铛。这个小铃铛一开呢，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。